哇，比利，这个太酷了吧！这个是什么饼干？Tomica Biscuit 哦，这个是 Tomica 小饼干的意思哦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是不是很贵？嗯，我不知道它的价格，但是它也是卡子，后面有卡子，这边也是有卡子。而且那个饼干呢？给我看一下饼干。你都在吃了没有？给我看，我看一下饼干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是饼干样子吗？它上面有车车的图案呢，你帮我拿着。嗯。我有酷，它是不是有其他图案？嗯。我看一下。84哦，哇酷哎，好漂亮哦，而且它这个印的超漂亮的。是你自己作业吗？哇，太棒了太棒了。是你自己作业。哦，哎，它上面有印哪些？它上面有印出它哪些？还有这个。堆土机，哦，那个是那个 producer， 对，铲土机，好吧，哦，你好好吃哦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。应该三种而已吧，我看它图案就写三种而已。这什么？哎呦，还有这个警车哦。嗯。哦，酷。应该没好。